老师讲的东西听懂了，就是说作文要想考好，得注意几个点。没记住，讲20分钟我就睡着了，感觉这老师声线特别催眠。嗯，其实我也睡着了，不过我听了，我可以边睡边听。你听见啥了？那能告诉你吗？这样，我传授你一个我的秘诀，多用排比句，你知道吗？用的越多，你得分越多。比如说什么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了。一份诚信，哎，这糖好吃啊。一腔热血，一阙高歌，哎，这是日本那个道吧？我也有。行了吧，你方一凡，吹牛没你不擅长的。哎，我说那些你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那你重复一遍。表哥，哎，来，走吧。你一个人硬呢？哦，英子今天又没来学校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又没来，这真不像。按刀，走吧。等我。什么？完了，出事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看，英子给我发求救信号了。怎么办呀？我先去找他吧。我也去吧。你就别去了。哎，行，那就一起吧。走。走吧，快。你妈打你了？也不算打吧，就胡噜了一下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我姑奶奶了！你怎么多大祸呀？啊，把你妈气成那样！我真的，我现在觉得你比我都牛，你比我都厉害。还说呢，前几天你不去上课，跟我们急的，真以为你病了。你们两个说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罪人？罪不可赦那种。我不知道。反正英子，我觉得不上课是不太好。你说这个吗？不完了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你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完了呢？你赶紧给我呸！你不知道，我妈她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嗯，他刚才看我那眼神特别冷漠，我真的难受极了。我真从来没想过我妈会打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觉得她要放弃我，她就不再跟我较劲儿了。那这不是好事吗？怎么着？你不会有受虐倾向吗？不是。我跟我妈就是那种相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我太了解她了，她就是那样一个人。她要不跟我较劲儿，她就不是我妈了。是，你看她每个家庭其实不一样的，妈她都有妈的区别。你和你妈是这样，我妈是什么？我妈属于直筒子，她就什么都给你直来直去的。我真的是从小被她打到大的，小时候天天打我，现在是因为长大了，皮糙肉厚了，她当然也打不过我。老人嘛，我也不能说是还手，对吧？不过也真是，他要一直这么打我骂我，我倒还觉得，他是爱我的，打是爱，骂是亲嘛。你要说真有一天他不打我不骂我不说我，我倒觉得也挺奇怪的，我也觉得有问题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想大姨了？想，每天都想。你妈是不是对你特别好？好，我妈真的对我特别好，她什么都依着我，她也从来没打过我，也没骂过我。但是我现在见不到我妈了，我现在就连她的声音，就连她样貌，我都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都淡忘了。哎，来，好了，没事，来。没关系，你看，哎，你听表哥说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也想大姨。不过你既然来了北京，这也同样是你的家呀，对不对？小姨、小姨夫还有我都会照顾你。我说实话，我妈对你比对我都好，她把你当做亲儿子，我都感觉有时候我都吃醋呢。所以说，我妈照顾你，我爸照顾你，还有我也照顾你，我还保护你，你怕什么的呀？没什么可怕的，怕什么呀？看你们俩，
一个个丧，这么丧，开心点行不行？你像我似的，我怎么就没不哭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外边天气多好呀，咱出去溜一溜多好。哎，那个，你妈把你老公拆了？没事，咱给他拼回来。对，是不是磊啊？咱拼回来，走，拼走，走。怎么着？你不去啊？走。哎呀，走，还起劲啊？走。哎呀，走，拿。哇塞，这这么大呀、啊！我这什么都有。哇塞，这真的。对，不好意思。这真的是跟电影里一模一样，还有宇宙飞船。不过啊，你妈下手可真够狠，你看多么好的一个东西，在你妈手里全碎了。哎，这怎么还有黑板啊？哎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宇宙飞船、火箭，还有外星人，太有创意。哎，英子，这就是你那8499啊？嗯。哇塞！哎，英子，你们家房顶上有星星了，这太梦幻了。你爸真是对你太好了，真把你当成公主了，这么用心。再说这么好的地儿你都不跟我说，还把不把我当哥们了？我这严防死守的，都被我妈给发现了。你要是知道了，第二天还不就给说漏嘴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嗯。那、哎、你还嗯？磊儿。哎，你要图纸吗？哦，不用。我虽然没拼过乐高，但是我看过好几遍《星球大战》，它里面飞行器的样子我都记得，应该能拼出来。我试试。行吧。你们拼，你们捡，我给你们喊加油，做陪聊服务，怎么样？你好意思吗？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把我学习复习的时间用来拯救你这基地，你就这态度？以后我可不来了，以后有事别叫。你复习了有用吗？考得好吗？乔英子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刚才哭的时候什么样了？哎呦，错了，不说。哎，英子，你看啊，光那么小的东西就8499，这一下来不得十几万？这钱都不是事儿，这宇宙基地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，这是我的心尖儿尖儿、心头肉，懂不懂啊？那你这还有时间再回来玩吗？不知道，估计这高考之前是肯定不可能了吧。所以说啊，我想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给拼完整。今天？嗯。拼好，天都得黑了。对，行，那你们加油吧。加油。我捡啊。那。磊儿，你好好拼啊！我给你往屋里捡。你给我小心点。是。哎，这大周六的，杨涛哪去了？不是说讲座上午就讲完了吗？这不马上就要期中考了吗？杨勇说他最近几天都要在图书馆自习。哎呀，真不错。孩子知道努力了啊！希望能考个好大学。爸妈。